奇怪，怎么今日谈起来，这感觉与昨天完全不同啊？这定是因为画画绘制兰心，一点就透。此话当真？这绝无半句虚言。放眼大业，如今画画的琴技也鲜有盛成。若再加以时日的话，定然名留青史。好，那日后啊，我一定加倍练习，让那些笑话我的人都好好瞧瞧。小姐，你这弹了一早上了，手肯定酸了吧？要不我给你按摩按摩？老爷，不必了。你家小姐舞刀弄剑的时候手都没酸，这算什么？姐，我每天多扎六个时辰马步，你去少练三个时辰吧。好吵啊！别叫我练琴，去去去！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没事吧？啊！别都这个岁数了，经不起这么折腾啊！就算你心疼心疼你亲爹，行了吗？你们到底怎么了？为什么不让我练琴啊？难道我弹得很难听吗？闺女，这其实也没那么难听，就有那么一丝丝难以入耳。哎，老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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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吧？啊，没事吧？慢点，慢点。诸位，这画画，这里发生什么了？你为何要骗我？不是画画，其实从某种角度上来说，明明我弹得难以入耳，不好便是不好，好便是好，直言便是。本郡主何时是听不进去良言之人了？龙霞，我最讨厌别人骗我，尤其是你。不想教大可以不教。我真的可以不教吗？正所谓医者不自医，就是怕情绪扰乱了记忆。我本以为教你不妥，可是如果不教的话，那你别教了，今日别教，明日也别教，这辈子都不要你再教。来，恒弟。此事虽说从长计议，但这几日你我从斗蛐蛐又到下馆子，养精蓄锐已久，是时候传授在下这化解之法了。这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这事儿确实是只有我能搞定。试问伯爷，你可知道当今世上有哪个男人是认识我姐时间最久的？自然是世子。不是，是我爹。那你可知这世上有谁最了解我姐？这么说的话，那定是世叔。又错，是我。从小到大，我天天惹我姐生气，论起对阵经验，我可是当世无双。所以接下来我怎么说，伯爷你就怎么做。是是是，是在下愚钝，在下从未有过哄女孩子开心的经验。之前本以为那与兵法无异，但结果却处处碰壁。今日若能得恒帝指教，在下定虚心学习。敢问恒帝，这方法究竟是？那既然经验不足，咱们就且积累经验。这荣霞脑子里装的是什么呀？怎么还不来找我？这样的男人是没有姑娘能看上的。可是偏偏被我看上了。气死我了！不好了，小姐，小姐，少爷带着荣伯爷去青楼了。吼你个陈文博，今天我就好好跟你聊聊。小姐，小姐冷静，好歹是个伯爷，别打